賣港證明係咩啊？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，咁啊何韻詩啦，佢同黃之鋒咧係屬於呢個大旗手啦，咁一齊咧就去到美國出席呢個聽證會，咁啊俾佢影一本佢哋啦，咁啊兩個巧威威咁樣就攞住呢一個正本啊，咁一齊 Facebook 咧就擺張相出嚟打卡啦，即係變成咧係證明原來依單嘢係你兩個人夾粉做推手嘅證據確鑿，就係、是、你哋兩個做出嚟嘅。有啲網民咧喺網上都批評佢哋，不似啊佢哋兩個人嘅特色嘅行為，就話佢哋曬呢個叫做漢奸證書，話你呢兩個人嘅行為咧係極之醜陋嚇。香港依家咁樣嘅問題，其實一隻手仔拍唔響，點解會有催淚彈啊？會有呢啲警方要制服呢一班咁嘅暴徒啦？點解要咁樣做？就係因為有你呢一班暴徒所謂嘅口中講嘅叫做咩抗暴之戰啊，又話咩爭取民主啊，咩訴求啊啲之外，其實只不過一場暴亂嚟啫嘛。你只不過俾個美麗嘅口號你哋自己，你再去搞呢啲嘢，我覺得好核突喎，真係其實。